我看好多台湾人跟反贼都高潮，说：“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我今天终于发现啊，中共啊，为什么连水都治不好？因为圣上曾经亲自出版过治水的书。我说过嘛，只要是他亲自部署的事物，都是烂尾收场。你看，全面脱贫烂尾，打贪反腐烂尾，基建烂尾，晶片烂尾，对台统战烂尾，对欧美渗透烂尾，特色管理烂尾，清零烂尾，放开也烂尾，现在又多两个烂尾啊，治水烂尾跟雄安新区烂尾，牺牲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去维护一个鬼城，雄安新区，你是怕雄安新区的鬼被淹，所以要牺牲这些活生生的人去保护这些鬼？更讽刺的是什么？中共在7月10号啊，吹北京是海绵城市，7月18号啊，中共水利局又发行了深入学习贯彻圣上关于治水的重要概述，大谈圣上。不好意思啊，这个澎湃的情绪有点激动啊！大谈圣上的治水思路，建立国家江河战略，谋划国家水纲重大水利工程，给中国新时代治水方向指了明灯。看到这些，我都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低级红高级黑了。我看光涿州这个地方啊，最高淹到有12公尺深啊，平均是在7-8米，都快淹到道路上面的路牌跟红绿灯啊，你想就知道那个有多高，你看扯不扯？结果现在中共的通报只有13多万人受灾，零失踪，你看多高呢？以前动态清零啊，现在动态治水，水会流来流去呢。现在很多专家都预估啊，光河北涿州这个地方啊，就要花一个多月才能将洪水退去。要回农村了，涿州东边的村和北边的村基本上都没了，都被淹了。我活了39年了，我想不到发水是这样的。城市中心水深3-4米，你看着吧，这能看见吗？这个。但是洪水退去之后的赔偿，人民可以拿到吗？可以拿到的话，又是拿到多少的赔偿？全赔吗？50%吗？20%吗？所以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个移居加拿大的中国网友。他就说了，前几天我们加拿大这里下暴雨洪水，不少家庭受灾，如果家里受灾了，保险公司又不能覆盖的话，政府就可以为这些保险公司不赔偿的家庭最多补偿20多万的加拿大币，折合人民币是110万，换算台币就是将近快500万的钱啊。那我想请问，这些为雄安新区牺牲的中国老百姓，不管车有没有泡水啊，不管房子有没有怎么样啊，财产有没有遗失啊，宠物狗宠物猫有没有 死 啊，你们最后能拿到多少？前两年的郑州水灾拿到多少赔偿？而圣上跟他的政治局七常委哪去了？原来啊，是在昨天跑到了河北秦皇岛去了。大家都知道，每年大约7-8月这个时间段啊，是中共高层与所谓中国专家的度假会议，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简讯啊，从7月到8月禁止空拍机、禁止无人机进入。为什么？因为高层要在这里开会，说不定在海滩上就办那个天什么营的，你无人机这样拍我们还得了啊？所以禁止你飞。那这个会议啊，很多事情都是在这里敲定的。那这个会议啊，明面上是度假，但实际上啊，它是决定中国的任何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在这搞定的。然后呢，10到11月再去把敲定好的内容在党大会上演给中国人民看，演完之后，明年的两会啊，再用国家的版本演给中国人民看。所以也就是他们自己私底下先瞧好，瞧好之后把这些瞧好的事情在党大会写入党纲，在党这边演过一次哦，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党的旨意。之后呢，明年的3到4月份开中国国家的两会，再把党的形式带进去。所以你说这个国家到底是党的还是中国人民的？包括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啊，没有言论自由啊，没有新闻自由啊，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要听党的话，因为这个国家都是中共的嘛。所以我们还可以发现什么呢？身为七常委之一，圣上的幕僚长蔡奇亚，前北京市长、市委书记，他跑去北戴河与被中共邀请度假的57位专家开会，而这次邀请的专家大部分都是科技行业，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圣上这个任期啊是要亲自搞科技发展，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啊，不意外又要烂尾了哈。依照惯例来看，
中共虽然没有公布中共领导休假的时间，但通常会借由与专家会面的公告来暗示这些领导人的休假陆续开始了。所以为何圣上这几天都未曾露面关心灾民或下乡巡视，而是与其常委还有专家跑去一样在河北的秦皇岛休假度假，在河北其他地区的百姓在受苦受难。你去秦皇岛的游泳池去海边玩，河北涿州白沟的保定的人在河北在自己家就有泳池了。而大部分的中共领导层啊，就会在这个时间大概消失一到两周。当然了，北戴河不仅仅是放松和娱乐的地方，有时候也会讨论下一任领导人等重要问题。圣上的三连啊，就是在这讨论出来的。而北戴河会议啊，是攸关台面下乔圣上现在用人危机跟为什么我的解放军将领，尤其是火箭军司令跟副司令啊，不是我的人啊，以及确定未来抓权的方向。所以北戴河会议啊，才是真正的两会与党大会。圣上就想说，为什么我都三连了，前两任我好不容易都清洗胡温派还有江派了，还出现这么多的叛徒，军器我都换过了，竟然还有叛徒。我亲自提拔连跳三级的秦刚，我以为他是个有为青年，结果他是个汉奸。这个相比起来，自然是圣上的事比较重要，因为民众没有选票，也推翻不了圣上。那唯一能撼动圣上的，就是圣上现在面临的危机。所以你们说，圣上他到底是要优先去解决灾民的问题呢，还是自己政治地位的问题，还是巩固自己政治权力呢？前几天中共发了一篇文章说，为何民间救援队去救灾需要红头章，需要公章的批准，你才可以来救灾。它里面列举了很多啦，其中里面还说到啊，我们涿州政府的红头章啊都被淹了，办公大楼都被淹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盖公章让你来领证，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的批准一些单位来救灾。形势重于一切哈，当然后来有临时开了应急部门去盖章送邀请函给这些救援单位。当然啊，这些救援队到场之后啊，还是需要拿到邀请函的，不然你回去会被秋后啊，我没有邀请函还来。那这个操作大家有没有熟悉感？特赦管理这三年是不是也这样？你民间要来支援啊，要我政府说的同意啊，你来支援我还要批判你一顿啊，谁准你来了？你来是觉得我政府做不好吗？特赦管理那三年就这样，各民间资源结果都被挡在高速公路上，饭菜全部都给你放到烂掉，对不对？就是不发给民众，或是把免费的物资啊高价转卖。你如果要救援齁，你必须加入志愿队，然后爱党爱国，用爱党爱国的名义去帮助他，或是把部分的菜啊用中共的名义送给你，然后你要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把大部分剩下的菜啊饭都倒掉，只留一小小部分卖给我配合好的厂商，我配合好的厂商啊，在指定小区转卖高价给你们。那为什么要把大部分的饭菜放到烂掉或是丢掉呢？因为这样才能提高需求的价格，这都是生意啊。但现在很多救援队都退场了，明面上说是现在过于饱和啊，所以要退场。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私底下被公开的对话记录哈。我们来了三天，一直都是我们直接和老板去对接，我们吃的住的都是自己找的，政府一句话都没跟我们说，这个就算了。但是政府第一次公开跟我们喊话，就是怼我们所有救援队的人，这不对吧？我们是免费救援，不是收费，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救援，而你们政府做了什么？公羊救援是全国最顶尖的救援队，他们代表的是我们全国的救援队。你们当地某些人不作为，还对我们救援队诋毁。我们是无偿救援，不收钱的，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探出来，没有人代理，我们去哪救援都是自己问老百姓哪严重了，去哪才知道啊，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是我们对不起你们老百姓，真的都尽力了。就看着老百姓自生自灭吗？不然呢？政府发过话吗？太失望了，从头到尾就没露面说过话，没他妈一个拜人似的。找你们涿州这些人吧，人家都说不用我们救援队了，今天公羊队发救援声明了，你们可以看看。今天大部分的救援队也都撤了，我们救援队明天也撤了，怎么都走了？不救援吗？不作为啊？问问你们涿州市某些人吧，今天救援队撤了70%。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敢讲，只敢骂地方，不敢骂中央，还是大家看不到问题的本质。你们看一下特赦管理这三年各个大大的乡镇村省直辖市做法通通一样，但是你们骂的永远是当地政府。郑州水灾也都是，河南水灾
还有其他地方的水灾也都是这样子。然后你们都说都是当地政府不作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请问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涿州党中央领导吗？并不是啊，他们唯一共同就是圣上还有中共党中央啊。这些高才他去哪？去北戴河度假、欸？你怎么会把问题甩过到涿州政府呢？这个涿州政府他没有上面的指示，他也不知道怎么做。那上面的人又在度假，所以看问题要看本质，就是中共而不是当地政府啊。当地政府都是背锅啦。而今天还要补充一点，就是中共修建的水库啊，平时是不会泄洪，除了要发电之外、啊，还有其他层面的考量。即便是下游的农户需要用水来灌溉，那这个水也不是平白无故的给你啊，是要跟你收费的、啊。哪边越缺水，哪边的收费也就越高，而不是公定价。不然为什么中共水利局的干部啊，天天有钱玩小姐，天天包养，一去酒店，上班开破车，自己私下出游都是百万名车啊？这些该不会小粉红都不知道吧？你们不是生活在中国吗？为什么我知道？因为体制内的人跟我讲的啦。完蛋了，现在跟你们讲，你们是不是要奋发图强，坚定的当小粉红？你们会想当水利局的干部，对不对？公务员就可以有如此庞大的收入，还不去当，荒谬哈！加油啦，这个职缺啊，是需要靠关系比较容易进去的。你们算了吧，除非你们运气好啊，没有那种有关系低阶的造家人要跟你抢这个位置，不然你们想都不用想。而最近网络上还传出这条影片，这个是中共的潜水艇搁浅的画面啊。我看好多台湾人跟反贼都高潮，说中共的船只啊，中共的潜艇破破烂烂。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先去查证一下，不要看到哈哈哈小粉红哎，然后就高潮了。这个所谓的潜水艇搁浅的画面啊，是中国浙江的潜水艇观光基地啊。上个礼拜啊，台风过境造成淤泥堆积啊，然后这个满目疮痍啊，所以暂时放水清理，潜水艇才会变成如此。并不是网络上传的，中国潜水艇弱不禁风，从海上被吹到大城市里面，太夸张了吧？这是海啸啦！中国的潜艇跟美国虽然差距非常大，但不至于到跟纸糊的一样吧？这边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中国沿海确实深度不够来隐匿潜艇，所以中国美式这个潜艇出任务很容易被追踪，因为太浅了，你从哪出去要去哪，他们都知道。所以拿下台湾之后啊，我就可以把潜艇部署在花东。太平洋地区的断层嘛，几千米深啊，那这样对印太地区还有美日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军事威胁，因为你在哪，你怎么出去的，从哪个方位，我完全无法预估。因为对于几千米来说的花东地区啊，有核子潜艇的话，那就是海上的一马平川。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八九，下次见了，拜。